之前答应校长给他做顿好吃的，今天周末了，校长在家里玩，给他做个烤鸭蓉串，还有他最喜欢吃的大鸡翅。阿姨真好，有多好？比下肉还好，阿姨煮饭才最好吃。反正不是，你还有啥想吃的没？其实，就是除了今天，以后还有啥想吃的没？我吃饭。格局大一点，格局打开，大一点。鲍鱼。再大一点。小龙虾。再大一点。小龙虾拌面。吃点接地气的肉。你又烤过啥了？烤猪。可以，这我想吃。回来哪天让阿姨给咱来安排一顿，好吗？这冬天特适合吃烧烤，从这一站暖和和的，绝对吃的笑眯眯的。我想不想着接？那咱这关系有点乱。我是他叔，你想他接，那他咱咋称呼啊？不是，都长相来说。像吗，张明？像。我像那哥吗？像。屁！我是那叔。他长得老。女生啥时候都爱当姐，不爱当那个姨。不是光在乎辈分是吧？就是纯属心理上的安慰。其实也不想当姐。想当啥？感觉年纪可大，我都好吃这种肥瘦相间。我平常在家不吃蒜，这个有人播了肯定吃，吃肉不吃蒜。肉味少一半。香味少一半。肉味。啊，肉味。放上菠蒜都是香。哥，嗯，我讲完了，够了吧？够了。你给谁吃？给谁？啊？给郭姨了我。现在我这几天跟他睡一块了，你今天来了抢我的床位。我自己睡。好。鸡翅好了，阿姨，嗯，上面有黑了，不碍事，不影响口感。之所以喜欢吃这个鸡翅，不是因为它好吃，是因为它吃了香，嫩得很。羊肉串从小到大都没吃过，每一次吃都是每一次吃的感觉，都是第一次吃的感觉。羊肉串还得靠嫩着，萝卜是吗？羊肉串现在也长进了，我小时候都有一个梦想，叫羊肉串当馍吃。我怕那个钳子划着你的脸。我睁着眼，它能会扎着我了吗？阿姨，你大老板还干嘛的呀？写完作业随时都关嘞。那你想来不想？想。你是想那阿姨还是想我？不想。又搁这儿出怪物了是吧？太好吃了。给。张明都给你学了没味儿了，你还吃真高兴。朋友们这家上次自己烤啊，货真价实。吃不出来别的猪肉味儿。
鸭肉味儿，还有鸡肉味。现在合成肉太多了，外边卖羊肉串好多都是，都不是真羊肉串。贵应该是真的吧？羊肉串现在一般正常都卖4块、5块、6块，还有10块。现在还在上班，以后都真是不上班了，就去摆个摊卖烤串、炸串、烤香肠、臭豆腐、麻辣牡丹、炸小串、烧饼夹菜。哎，这不做好了吗？这光吃饭三个。炸鸡已经做好，配方也交给大家了，看这结果怎么样？先拿那味儿来开会，开会。嗯。哇。嗯。皮子焦酥焦酥的。你俩肉咋焦啊？嗯。嗯。嗯。好香啊。嗯，嫩酥啊。这鸡好肥啊，是吧？嗯。嗯，炸得很，炸熟炸熟的。宁宁，你那是不是也是真香啊？比某某某的还好吃。某某某是谁啊？就是某某某。再撒点辣椒。嗯。嗯。得劲，得劲，这个感觉真得劲。嗯，今晚再发一个不？应该可以。我拉不完。看见没有？这鸡腿炸了。如果我要去买，你会买吗？听听啊。哇。嗯，这声音能听到吗？我别的都听见了。哼哼，外酥里嫩，看这鸡肉嫩的，看外边的酥的，肥美多汁。嗯，哇，鸡腿肉真多。这个这鸡腿还大，这肥还香。你别不好喝，又喝了那东西，那比鸡排好吃，鸡排好吃，这比鸡排好吃。你把肉和人是吧？嗯。比俺买的还干净，还好吃。嗯，都是脚啊，哇，俺自己在家吃啊，面粉裹的比较多，这样实惠。对。这跟人们都在。10来块，这鸡腿肥得很。还摆摊儿去吧。嗯。恁去买不去？去了我都摆鱼。我给你捧着。我炸你吃，然后你买。我吃三个都能。这管摆摊儿。管。啊。那色香味已经全部到了。这个配方回家自己在家里可以试啊，百试不厌。记住，记住步骤差不多都行了。
叫把它过来，这个肉我掌握的没啃太干净，给你留的。现在平常大旺。这几个咋的不赖啊？还专门跑过来送来，辛苦了。哟，还酥着嘞，听着。咱嚼着不赖。你给我发出来啥口味的？我看你拿的烟味。吃不赖。主要不是给你拿的，长得没好吃这些东西。你知道吗？胆红的长得多一点，外焦里嫩，不赖。给张明，张明又上他姨家去了吗？没有上回了，还没放下来。回来哦哦，这不咱这有这种辣椒吗？嗯。回来弄完吃了，不赖。咱这谢谢啊。客气了，老表。有你长得好吃吗？有大强。你这个叫谦虚龙啊。不然我谦什么？不是咱确实强。今天视频就到这吧，咱俩再说说话，再见，再见。